大家好，我是石李菁，我将会在3月17号与新加坡华乐团演奏台湾作曲家王以日老师的二胡协奏曲《蓝色星球》《地球》。蓝色星球是一首在二胡技巧上极为有难度的一首曲，它是在呼吁我们要爱护而且保护我们的美丽的蓝色星球。